然后随便我到时候跟你说，再偷偷跟我讲哦。免惊啦，我无遐憨。伫你我替你洗身躯的时阵，若是出啥物代志啊，那呢我唔就变作头号嫌疑犯啊。所以哦，我袂安尼做。你着好好享受我替你准备的 SPA 服务。来。看你的表情哦，应该是无够大力对吧？你这个查某，竟然敢安尼苦待我，我绝对袂帮你耍。你唔免甲我认，比起你啊，这十年对我的侮辱，还佫有生块嘴皮，这根本无算啥。你今麦去想讲过去死死的较快活，我袂让你死，这只是拄开始尔。我会偷偷甲你认定，甲我对你所有怨气全部拢吐出来。你够可恶！我上亲爱的大哥，这么多年哦，拢是你替我洗面，今嘛就换我这个做新妇的来替你洗。哎呦，顶摆哦，我甲灶台起咧水底时阵，伊嘛是安尼扫袂停。母仔囝就是母仔囝，一模一样，拢这么惊水哦！你竟然敢安尼对待少怀？蝴蝶在那边，阿英香虽然苦涩照顾，外面是咧苦待，你不能吃完。我今麦是来放英香水，让伊修理，还是我想办法找人去救？就想起，啊！不过我讲起袂爽，是想着我的青春拢浪费伫咧替恁母仔囝洗身躯、甲做饭，流的汗、甲目屎，比这浴缸的水搁较济，所以是让你嫌到老。你敢知影我有我唔甘愿？所以你莫直接加苦嘞，因为你无资格。难道诶？啊，侯秘书，刚要搁伫内底替我拿伊洗身躯啊？嘿啊，哦，诶，伊只好神哦，甲老母抱身躯，搁洗足久诶，我洗甲迄皮啊，拢溜走到衫顶起来啊。你是讲，蝴蝶伫内底替我拿伊洗身躯？是啊。你袂记得啊？妈无法度讲话哦，就算你问伊，伊嘛袂应啊。而且我只是替妈洗身躯尔，你这么紧张是要创啥？我等下再跟你算账。阿姨，你莫惊，我即马就带你出去吼。哦，老婆，你洗一身躯了，变老太婆，是摕菜粿布甲你揉呢？啊，那安尼真正愈了焦纹呢？迄愈甲你个面条粉拢走走出来啊！我规人看起来稀里稀里。你即马甲讲你八十岁，我有哪相信呢？你话莫傻咧，我不能讲。
我妈是因为破病，才会看起来细细，甲细身躯有啥物地带？你哪会当跑啊？我无怕你，是要跑啥物啊？你明知阿姨破病，你敢会硬开？你敢是人啊？我啥物时阵甲你硬开啊？你莫有辱我！你个心眼咩济？我哪有看啊？你拄只揪伊个头毛，个羊水对伊头壳甲淋落去，个摕银盆来甲伊讲，你即马做出遮尔恶毒个代志，个甲你只警察无够，你良心是要干无遐心啦？代志就毋是恁讲个安尼啊？你嘛知影，妈一向对我就有意见个。我拄只为着要替伊洗身躯，一直无爱配合我。佮配我嘴烂，我是为着要甲面试互清气，无说你哦，摕蜜桶的手去试，结果蜜桶歪去，内底水哦，才会无说你甲骂破着。我一发现伤过紧张，一放手，蜜桶才会去讲着骂。明明知影我即摆有心啊，脚手无力，我已经少自责啊，你佮一直诬赖我，你真过分诶！你这心肝弄到歹走，竟然甲错拢塞在我家来，我真正靠袂得行一支针，甲你嘴舔起来。啊！阿舅，你到底是咧从啥？啊，是咧是咧，啊，我着拍电动拍足久个哦，拍甲手足酸个，无啊，你看这即摆安尼出来出来，再提袂掉落去啦。好啦，是咧啦，不行，是咧。小区区，你，哈你拄只敢不是讲你有心，脚手无力，啊，今麦阁开来拍人啊？你两个对我一个，敢讲我连番假款你拢无？大嫂，你嘛生过囡仔，你知影有心有偌辛苦，我忍着病囝的痛苦，尽心尽力照顾骂红台骂，敢讲安尼嘛差你个吧？你有这样看我无顺眼，我真正是听不落去了。无安尼啦，以后你就当村里好好安胎，我莫过来遮哦，假作是好媳妇。啊，若无我惊有一天哦，阿姨会给你这个好媳妇，母甲病情是愈来愈严重，到时阵你会做个，就一世人拢行不清。是啊是啊，别讲好媳妇哦，像恩恩贵丽。明明就要嫁大伯离婚啊！啊，结果妈一讲要分股份乎你，用白嘛白转来啊！我看全国孝行奖啊，应该爱颁乎你才对。你做你尽量口说不要紧啊，你莫叫是讲阿姨即马无法度讲话，就又在你欺负。人咧做天咧看，早晚你会受着报应。已经有人受到报应了。为着要保护阿姨，我会叫启勇加强保全。以后你加强启勇，侬不准接近阿姨。好啊，唔免照顾嘛，我等到轻松啊。那安尼，这款把屎把尿的工课就交予你啊。大嫂，辛苦你啊！我相信哦，你真紧哦，就会惯习迄尿珠仔的味啊。等等的，好佳哉！你拄才提醒我，好外夫入去组织蝴蝶求阮阿姨，也若无效果，不堪设想。我咧无啥话啦，虽然讲哦，老巫婆甲迄只好神哦，心肝拢无好，啊毋过哦，伊即马袂顶袂动啊，啊毋过迄只好神佫会用啊四个飞来飞去，好足差的。我无提迄个好神劈甲佮拍落足好个，讲。想要甲我信任十几年的心爸，即摆反背我。我怨恨了几十年冤仇了，竟然变成我救命恩人，讲起来真正好笑。这敢是天公伯在提醒我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早日回头。阿姨，医生讲哦，你伫倒咧，都爱定定做复健，啊，亲像安尼哦，按摩手啊、脚啊，你的血液循环就会较好，啊，咪当帮助你脑部的血液赶紧散开，啊，
真紧来当恢复健康，哈。我看你暗时啊嘛要食啥，我准备鸡汤啦，我来加汤汤的，啊你加减嘛食一寡，咪较好困，哈。王教授，这样，给我开药！你来这什么创啥？我带王教授来探阿爷病，你派正型来派啥？杨夫人啊，还是讲你家己嘛拄恢复健康，遐尼啊友好，来照顾杨总裁啊，真正是一个好媳妇。照顾阿爷是我责任，杨母阿姨有交代病宜，不准给姜开药来。看起病医并没尽到把关的责任嘛？我是姜家的长子，病什么理由，不要看阿姨。搁再讲啦，咱无极生计会当进驻未来城，拢是王德洲斗三工。我带伊来看阿姨，有啥物反对？我并无反对王德洲来看阿姨，我是反对来只气阿姨啦。王德洲，姜家用这个人上个闭关闭关。我可劝你哦，莫甲伊惊上我啦。你愈讲愈无道理。我是代理总裁，咱五级集团对外窗口就是我。我联络王德洲，有啥唔对？那无生理上，敢要联络你，或者是少怀哦？啊？爸在生的时阵，指定的继承人是柯勇，要管理五级集团，也阁定袂到你啦。江夫人啊！啊，一个人吼，那就简单呢。都是有人安尼啦，一边对我歹声少，一边对我面死面烂，甲顾条条，袂甲离婚，实在够搞不过。凊彩你安怎讲？我若是甲你离婚，啥物人要照顾阿姨？我绝对袂甲阿姨放的唔管，反倒伫你手上受你折磨。哼，讲到这么有情有义，结果嘛是为了股份，为了钱吼，袂让笑啦。大方讲出来，敢有这困难？你，王教授，你着先入去看阮阿姨，我甲汤汤汤的，着随来招呼你。好好，请请，唔免招呼。王教授，王教授，请。凯勇甲江道生已经挂钩啊，啊，那另外重视是安怎？啊，江道生。敢咪甲凯勇讲中奖的代志？杨总裁啊，我听讲你中风，感觉真奇怪。即马才来看你，你唔通见怪吼。严哥看你面色袂歹呢，我相信真紧就会当恢复健康啊。王德洲啊，阮阿姨哦，已经失去讲话能力啊，讲话都讲袂清楚啊，真正是伤啊足重的。哎，那既然安尼吼，就好好休养。哦，杨总裁啊，既然姜开阳代替你的职务，你就安心养病。即马上要紧就是未来村的工程进展，你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甲姜开阳合作，把无极生技变作未来村上大合作方。王教授，拜谢，拜谢啊！阿姨，给你讲一个好消息的。黑旗集团也甲永兴企业拢去撤资啊，所有股份拢予华宇集团接来，所以华宇集团是上大的股东，以后咱就变管五山集团甲世界集团，一切吼拢是王德洲管会准算啊。黑旗集团甲永兴企业股份拢叫我吃掉啊，那安尼？杨总裁，伊都好好养病，是讲啊，囝儿是些代志啊。你唔免挂心，因家己也要照顾家己，啊！江道生的权力变到这尼啊大，啊姜开阳佫对伊婆婆塌塌，有只生计恐惊嘛会变成伊的，啊到时阵，阮拢无利用价值啊，啊那呢，
伊就袂对中指留情面啊。